榆树。为了让受伤而不能活动的橘子开心，花豆和小米费了好大的功夫，到扎老板的园艺店找了一棵最特别的树——榆树，并且种在花园里陪伴橘子。三位好朋友每天为榆树浇水，用心照顾，只是榆树怎么一点也没有变化呢？榆树到底是榆还是树？或是像橘子说的，是一棵许愿树，可以实现大家的愿望吗？请按下动画播放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。